It's still very overwhelming, and we've been on the trip for two weeks, and everybody's been extremely uh, generous and kind, and we've had a great time. Um, like I said, it's, it's very overwhelming still, and we feel amazing and very lucky. 除了他们亲友团之外，包括了交通部观光局洛杉矶办事处主任施兆辉、超值旅游的副总 h 尔吴以及中华航空公司 LA 办公室的处长李宪光都到机场，场面相当的热闹。今年二零一六年猴年来临，中华航空公司，我在这边就感觉到这个喜事临门啊，不止我们啊、呃，这个台湾。 观光呃，第一千万的这位旅客呢，是搭乘中华航空公司我们洛杉矶台北最新波音七七七的飞机从洛杉矶倒排台北了，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号嘛。那么今天他呃搭我们的动巴返程，那么所以我们非常的高兴，就好像一。 迎喜事的呃这个心心情啊、哦、非常难得。我们公司其实蛮荣幸，就是说这位客人第一次参加就能够得到这么大的一个大奖。那我们也很荣幸的，就是说能够提供一个优质的这个服务给他。那刚好让他这次参加了我们这个行程之后呢，可以体验台湾所有的风土人情，以及我们公司所提供的所有非常优质的高品质服务。那借此就是说希望他回来之后能够有一个第一次美好的体验，回来之后能够更能够推广。 台湾的这个观光，我们台湾团来讲的话，我们一年等于说是呃十二个月，我们都有出团。那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说，让我们的客人他在任何的季节、任何时段，配合他的需要的话，他都可以有一个行程，都可以参加。那么，呃，这是我们就是说为客人所贴心的一样的服务。 超值旅游的副总浩武表示，他们公司致力于提供优质台湾旅游的游程，也很高兴能够参与台湾第一千万游客的送客目标，也会在配合观光局推出更多优质行程。而华航则是表示，他们全面换新了777客机，也获得美国 Global Traveler 二零一五年最佳东北养的。 大奖，另外呢，最佳的商务舱座椅设计以及最佳服装等等的奖项都由华航夺下。未来他们会协助载运更多的游客到台湾旅游。天下卫视在洛杉矶采访报道。